感谢您一直以来使用亚马逊卖家服务，在此我们将为您介绍利用扫码标贴提高 FBA 入仓效率的方法。此外，扫描入仓仅适用于卖家在商品上粘贴有标签的情况，无法用于没有标签的库存商品，请事先知悉。首先为您说明扫描入仓的优点。扫描入仓的优点在于缩短商品标签的粘贴时间，防止贴错商品标签等。然而还具有以下优点，比一般 FC 的收货速度提高约 40%，成为快速收货的探讨对象。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扫描商品的条形码打印各个商品的商品标签，因此与统一打印商品标签的传统方法相比，不再需要将商品标签与商品进行对照。此外，只需读取商品标签即可将商品添加到货件中，因此一次性进行多种商品入仓的繁杂操作也可简便无误地实行。接下来为您说明扫描入仓的事前准备。扫描入仓所需物品为完成商品注册的商品、电脑、入仓清单、配送箱、胶带、扫描仪、标签打印机及标签纸。扫描仪、标签打印机及标签纸可使用市售商品。以上物品在 amazon.co.jp 中均有销售，请搜索扫描仪、标签打印机、标签纸进行确认。另外请事先进行扫描入仓设置。关于详细内容，请在帮助页面中搜索扫码标贴，将工作路线设置为直线，以保证所准备的物品与操作流程吻合。商品数量较多时，推荐使用置物栏等按品类区分开。接着为您说明扫描入仓的流程，操作步骤共计九步，下面为您介绍各步骤的操作顺序和注意要点。步骤一，准备商品。一边对照各个卖家准备好的入仓清单，一边检取各商品。以下是建议您在记录入仓清单中的内容。商品种类较多时，请将商品分类集中于置物栏中。步骤二，商品检查，入仓准备。将商品放在操作台上。确认商品是否无不良。即使操作时将商品从置物栏中取出，操作完成后也应立即放回原来的置物栏中。注意要点，注意在操作台上也要以置物栏为单位进行操作。步骤三，扫描输出标签。首先打开亚马逊卖家平台，从库存选项卡中点击管理亚马逊货件，点击扫码标贴后显示出扫描仪输出商品标签的页面，接着扫描商品的条形码，如此操作后将显示出商品信息。请点击为商品标贴打印相应商品数量的标签，将先前打印出的一版标签放入装有商品的置物栏中。置物栏中的物品通常情况下以一个 A 星一版标签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可以防止贴错标签。步骤四，将商品标签粘贴到商品上。从置物栏中取出商品，将商品标签粘贴到商品的条形码上。此时请注意完全遮盖住商品原有的 JAN 码。步骤五，确认商品。商品粘贴标签后放回置物栏中，此时请确认标签数是否未过剩或不足，商品数量与入仓清单记载是否一致。如果实际的商品数量与入仓清单中记载的商品数量不符，则可以判定之前的流程中出现了错误。步骤六，入仓设置和打包。点击创建货件，在创建新货件栏中
进入任意入仓编号，点击开始，显示正在准备的货件，点击启用新包装箱，打印重新打印包装箱条形码，请将针对每一个包装箱印发的包装箱条形码进行粘贴。其次，扫描打包商品的商品标签，请确认正在使用的包装箱列表中显示有该商品，接着将商品打包装入配送箱中。将包装箱中所有商品装入配送箱后，在入仓清单中标示已打包商品的数量，管理页面中也同样输入数量，如果输入的数量无误，则点击添加数量，需要新的配送箱时，从打印包装箱条形码开始重复操作，请点击管理页面中的启用新包装箱，点击重新打印包装箱条形码进行打印，将包装箱的条形码粘贴在新的配送箱上。此后与先前步骤一样，扫描商品，确认列表追加，打包商品。打包完成所有商品后，请在入仓清单中进行标示，并将已打包的商品数量输入管理页面。步骤七，选择配送公司，点击选择承运人，选择所需使用的配送公司。步骤八，输出配送标签，请点击打印货件标签进行打印。配送标签中记载有连续的编号，因此请将其与步骤六中粘贴在配送箱上的包装箱条形码的连续编号进行对照，并粘贴在相关联的配送箱上，点击完成货件，完成手续。步骤九，由指定的配送公司配送商品，如果可正常入仓，则在送达仓库后即可直接入库开始销售。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以上所介绍的操作内容。步骤一，准备商品。步骤二，商品检查，入仓准备。此刻开始以置物栏为单位进行操作，以防止无法正常入仓。步骤三，通过扫描仪输出标签。步骤四，在商品标签上粘贴标签。步骤五，确认数量。此时需注意确认标签数量与商品数量是否一致。步骤六，一边打包一边进行入仓设置。有多个配送箱时，需注意使打包顺序对应包装箱的连续的编号。步骤七，设置配送公司。步骤八，输出配送标签。此时注意核对包装箱的连续的编号与配送标签的连续的编号。接下来在步骤九中进行配送，如果可正常入仓，则在送达仓库后即可直接入库开始销售。希望能为卖家的操作提供参考。